日前，迪丽热巴出席电影发布会，当天抱着一只玩具狗的迪丽热巴显得非常呆萌，但不经意间撩发妩媚尽显。她身穿一件白色超短字母 T 恤，搭配黑色紧身裤，画着精致淡妆，一头长发做成波浪状，清纯又女人味十足。她时而拿着一只黄色玩具狗，玩心大起，非常可爱；时而手持话筒，双臂抱胸，露出开朗自信的笑容，不经意间的撩发动作更显妩媚动人。此前迪丽热巴还被拍到去参加商业活动捞金，偶遇热巴的网友称，今日的热巴扎着高马尾，身穿白色针织连衣裙，是又美又灵动，真的是随便一抓拍都非常好看了。虽然当天天气温度较低，但为了有一个好的造型，热巴仅仅穿着一件连衣裙，连衣裙只盖住了大腿、膝盖和小腿，全部一览无余，跟周围穿着棉服的人员形成鲜明的反差，看来扛冻也是明星必须要具备的能力啊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，来看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，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